为了向中央政府争取沙州自主权，沙州首长丹斯里阿德南今天早上特地到布城会晤首相南都斯里纳吉。大批记者一大清早就守候在布城首相署外。阿德南乘坐的轿车于9:05左右进入首相署。据了解，两人定于早上9:30举行会谈，会面估计进行了一个多小时。阿德南的座驾在早上10:45左右离开首相署，但他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谈话。沙州首长办公室昨天发文告知，阿德南今天会见首相是为了要求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给沙州政府，以便还给沙州更多自主权。